想法。哦，对不起，打乱了。广播被做了，广播就被做了。Thank you.
天这火锅店，然后这样火锅店便宜啦。今天这样子两盒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要、啊、不然也是一个人吃四盒。哈哈哈哈哈。没关系啊，我还要你泡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叫五百。我那边刮，他那边刮呀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么大把、啊，你可别吃啊！来生鱼片哦。啊，老最好吃的，哎好。Thank you.
那个供应链。哎，那么你要回你吗？右边妹妹，这里后切一点五公分，好，然后开。
推出了一款东西，好，过一步来啊，什么？来，音乐，然后还是不满意，两双打包，谢谢，200块，包一千，今天送冷胶，下一位我们先看东西，老板。我问是 OK 啊 ，OK 啊。